你是谁？我问你，阴天正在吗？在。休想！杨潇，我爹早有内伤在身，你未免胜之不武吧。你年轻，要么你来。你有胆量，不愧是一代宗师啊，看来有这个资格过来跟我同饮一杯了。来，师太，请。下手够狠的呀，替父报仇呢吧？你不会没把你跟你大师兄孤鸿子那点风流韵事告诉你的徒儿们吧？你应该告诉他们，都是因为我，要不是因为我的话，你哪有机会出家呀？还当上了掌门，我可是你的贵人呢，你需要感谢我。Thank you.
子，他要是少了一根头发，我们峨眉上下化为厉鬼也不会饶了你。哟，爱徒啊，想不想让你的爱徒和你的夫君一样的下场啊？嗯？你，哪里个死尼姑！屠龙刀在白龟兽那儿，白龟兽在黄石坡避世呢。各位朋友，先到先得。快走！快！现在你有两个选择，要么我今日屠你峨眉，要么你去找你的屠龙刀。你选。师父，屠龙刀要紧。自知比不过你，所以在你喝的酒里，我下了西域断魂散。杨潇想不到也有向我下跪的一天吧？要上上！你领着众教徒造反，本就是死罪。但我念你心在明教，所做一切，皆为了重振明教名声。我，姑且，饶你一命。燕儿是江伯维的女儿，你也许不知道，江伯维夫妇曾经与你大哥结义，他们是我派到其他门派的密使，他们根本没有叛教。就在一个月以前，他们身份败露，被人追杀，可能他们走投无路了，才去找你大哥，想坦诚一切，并求你大哥把燕儿藏好，结果最后三人通通遭人毒手。还有燕儿，江家唯一血脉，我杨潇定当倾尽全力保护燕儿一生平安。但是你大哥报仇之事，
我早已有了周全的部署，也不会因为你这次的背叛而取消计划。我错过杨多士了，属下罪该万死。我等罪该万死。都回光明顶吧，我们也回家了。 燕儿乖，不怕。有我在呢，你怕什么？你看我刚刚，一下就把他们打倒了，对不对？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你的外婆已经接到消息了，马上就会来接你，把你接去你娘的故乡，然后你就会在那儿永远的生活，远离这个邪恶的江湖。 杨潇，你睡了吗？杨潇，你怎么了？刚刚的细雨断魂散。这之前不是好好的吗？你不是已经把毒逼出体外了？怎么现在又…… 你没事吧？我一会儿就好，没事儿。动手吧！我以为你都忘了，我也差点忘了。你用我正血熟毒，这是你唯一能杀我的机会。动手吧！ 不然你会后悔的。闭嘴！我要杀了你，为我大师伯报仇。这把龙泉剑曾经是世贤李白之物，能死在这把剑下，也不枉此生了。来吧。 师父，报告师父，弟子连日来上穷碧落下黄泉，还是找不到谢逊的下落。事隔多日，恐怕很难侦查。那就是你们办事不力。你们都听着，只有集齐了屠龙刀和倚天剑这两件宝物，峨眉派才能领袖群雄，匡扶汉室，完成。 祖师的遗愿，峨眉的精神就是迎难而上，为了四海苍生，粉身碎骨，万死不辞。粉身碎骨，万死不辞。燕儿乖，回了自己家之后，一定要好好听外婆的话，知道吗？
燕儿，来，我们走吧。燕儿已经被她外婆接走了，银票我也交给她外婆了。辛苦。为什么你不一起来道别呢？因为我不喜欢道别。你的伤好点了吗？多亏你的帮助，好多了。再加上这两天我自己用真气和内力恢复的差不多了，就是这个腿可能还有点乏力。不过不碍事，那就好。我去做点东西吃。那天你为什么不杀我？好吧，谢谢。我不知道为什么师父会说你危害武林。我都说了，你师父和我是因为你的大师伯孤鸿子。你跟我师伯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你非要杀他不可呢？当年，你大师伯孤鸿子非要跟我相约比武，我实在受够了，就应战了。结果他就向他的师妹，也就是现在你的师父借了倚天剑。可能他在你们眼里武功高强，但是跟我比，真的差得太远了。倚天剑还没出鞘呢，就已经败了，怎么打？那你为什么还要杀了他？我没杀他，是他自己输不起，在回峨眉的路上自己气死了。但是你师父认定是我杀了孤鸿子，还丢了倚天剑，他对我恨之入骨，我能理解。我不怪他。倚天剑是你拿走的？倚天剑在我杨逍眼里就是一个破铜烂铁，后来蒙古人给他抢走了，不是从我这儿啊。要是我能替我师父夺回倚天剑的话，我就真的死而无憾了。小福，倚天剑对你真的很重要吗？当然。既然这样，你为什么不去找我师父解释清楚呢？我师父他是讲道理的人，只要你好好跟他说，他可能会原谅你的。啊，哼，你师父，我都说了你不了解你师父。就因为你总是这样目空一切又无视于人，所以你才会这么容易跟人结怨的。要是你继续这么自负又不屑辩白的话，你终其一生都会不断被这个追杀，不断被那个追杀。就算你躲得过今天，也未必躲得过下次啊。你真的不怕死吗？在我们明教啊，有一句经文叫生亦何欢，死亦何苦，喜乐悲愁皆归尘土。人生下来就没打算活着回去，死又何惧？难道这个世界上真的没有任何让你留恋的东西吗？求之不得，辗转反侧，应是唯一。以前是酒，现在是人。你别开玩笑了。
你的腿，托你的福，好了。那你为什么还要装病？我不装，你怎么能留下来照顾我？幼稚。你要去哪儿？为什么要收拾行李？燕儿已经跟外婆走了，我也该回峨眉了。不行。你答应过我的，只要燕儿跟外婆走之后，我要去哪里你都不会阻拦我。你不能这样出尔反尔。我改变主意了。杨潇，我没有办法送你回峨眉，那样等于让你去送死。傻丫头，江湖称我为一个大魔头，你被一个大魔头拐走了一个多月，毫发无损，活着回去了。你的师父和你的同门怎么看你？你想过吗？不说峨眉上下，乃至整个武林，又有谁能认为你是清白的？你告诉我，你师父对我恨之入骨，但凡他认为你我之间有点什么，他会怎么办？他会要了你的命。我不能送你去死。不会的，只要我好好跟我师父解释，他一定会相信我的。至于其他人，他们要怎么想我也没办法，我只求问心无愧便是。跟我回光明顶，做我的妻子，好吗？你说什么？我杨潇一生从未对任何一个女人动心过，你纪晓芙是唯一一个。做我的妻子，我会让你成为全天下最幸福的人，相信我。你死了这条心吧。我与武当的殷六侠早有婚约在先，我喜欢的是他。殷六侠，这么长时间我头一次从你嘴中听出殷六侠这几个字。我刚把你拐来的时候，你想过来救你的人是他吗？你想的是你的师父。我们被雷门门主追杀的时候，你想的又是谁？殷六侠吗？不是。你跟他见过几次面呢？你凭什么就把自己一生许配给他呢？当我身受剧毒的时候，在那个房间奄奄一息晕倒在地，我第一时间满脑子想的都是你。甚至不信你拿一剑刺死我。够了。这叫喜欢。那你凭什么会觉得我就会喜欢你？请你摸着自己的良心回答我，你不喜欢我吗？
你们什么人？教主，我看他们是有心在阻挡我们上武当救人，不能跟他们瞎折腾。 只管赶路，这帮鼠辈交给我收拾吧。恢复，一切小心。就寄托在张真人的身上了。你一定要为少林寺报仇啊，张真人！ 这么想，领教决定的外家功夫也好。太师傅，您对孩儿恩重如山，孩儿便是粉身碎骨，也不足以报答太师傅以及各位师叔伯的大恩。我们武当功夫虽不敢说天下无敌，但也绝不会输于西域少林手下。太师傅。 您放心吧，这套太极拳法，晚辈初学乍到，30招之内，恐怕不能将你击倒。那是我学艺未精，并不是这拳法不行，这一点你要明白。<笑>大哥、二哥，这世界上还有这么狂妄的人呢？<笑>哎，小毛孩，赶紧发招过来吧。 用的什么妖法邪术？孩子，你过来。是，太师傅。用意不用力，太极圆转无始断绝，当得机得势，令其根。 一招一式，需节节贯穿，如长江大河，滔滔不绝。临阵学武，小毛孩，你这也未免太晚了吧？对付阁下，刚好够用。 教主果然厉害呀！嘘。
回去想吃点什么吃点什么，走好啊。张教主，你怎么这么没出息啊？假扮起小道童来了，这满口太师傅长太师傅短的，你也不嫌害臊啊？先父张翠山是太师傅座下第五弟子，我不叫太师傅叫什么？无忌。孩儿张无忌叩见太师傅。三师伯，无忌，无忌，太师傅，孩儿很想念你。太师傅想你呀、啊。属下等参见教主，参见教主。没死就好啊！今日只要孩儿在，无人能打扰武当。好。阿二，等什么？还不快上！呀！渡河未济，激起中流。六叔，他就是有份把你打致伤残的恶贼，我帮你出了这口气。好，好。赵姑娘，你这两位家仆已经被我打得筋骨尽断。把这小子的胳膊给我卸下来。是。
忌，你过来。我创的这套太极拳你已经学会了，另有一套太极剑，不妨现在传了给你，也好用来跟这位施主过过招。好，太师傅。这位前辈，晚辈剑术不精，还需请太师傅先指点一番。两个时辰够吗？我就在这儿教，无忌就在这儿学，现学现卖，新鲜得很。用不了半个时辰，一套太极剑便可教完。我这套太极剑是初创的，也不知道管用不管用。阁下是剑术高手，正要请你给看看，指出其中的不足和破绽呢。这位阿大应该是八臂神剑丐帮的方长老吧？你穿成这样，我都不认识你了，还记得我吗？伤好了吧？怎么现在都投靠朝廷了？方东白，哎，你不是死了吗？你怎么又活了？老夫白死余生，早就不是丐帮的长老了，过去的事儿还提他干什么？八臂神剑，贫道这套剑如果能得到八臂神剑指点几招，那可真是荣宠无量。明月，拿一柄木剑来。是。无忌，你看好了。怎么耍得软绵绵的，一点没力气，能打过人家吗？我猜这张真人啊，故意把招数放慢了，让咱们教主看得更清楚一点。无忌，你看清楚了吗？太师傅，看清楚了。记住了吗？已经忘记一小半了。啊，那不白学了吗？这也难为你了。那你再想想吧。啊。现在如何？太师傅，我已经忘记一大半了。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！这刚学就忘记一大半。哎，这张真人，您的剑法实在是玄妙，这普通人看一遍哪能记得住啊？要不张真人，您再来一遍，给我们教主看看呗。好吧，那我就再使一遍。这回怎么样？太师傅，我还有三招没忘记。那你再想想。太师傅，我这下全忘了，忘得干干净净。
不坏不坏，忘得真快。那现在就请八臂神剑指点吧。太师傅，我方前辈请。主人，小人无能，甘领罪责。今日就看在明教教主张无忌的面子上，饶过你们无当。我们走。等一下。今日若不交出黑玉断续膏，休想离开武当山。教主，你怎么样？明教这么大名头，本事嘛，不过如此。我们走。昔日数年不能驱除的玄冥神掌寒毒，此时顷刻之间便消除净尽了。看来无忌已经练成了九阳神功啊。奸贼，你杀了我的妻子，我也要杀了你的妻子，买偿命。放开我，我让你血债血偿。
宗！苏苏，苏苏，苏苏！苏苏，你醒醒！苏苏，苏苏，苏苏！你不能死，不能死，你不能死！苏苏，你不能死！苏苏，苏苏，你怎么样？怎么样啊？你怎么样？太好了！五哥，我好害怕。坚持住，苏苏。我们这一直向北漂，这海水是越来越冷了，再这样下去我们会被冻死的吧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只要不放弃就有希望。停住，伏兵，我们游到伏兵上去，坚持住。休息一会儿就好了。我们现在虽然离开冰冷的海面，但这茫茫大海不知道会飘到哪里，看来我们是真的要死了。既然上天把这块浮冰送给我们，那天意就是让我们活下去。你相信我，我们一定可以度过这个难关的。是个岛，你看到了吗？我看到了，还真的是个岛。
我哥，我们不会死了。上了岛，我们就能活下去了。哥，这个地方好生奇特，明明是被冰雪覆盖过的严寒之地，但是在这冰天雪地之间，居然还有一座冒火的山口，这一冷一热在岛上并存，倒也是别有一番风景。这里缥缈荒芜，又离中土甚远，我们怕是回不去了。我可一点不想回去。吴哥，我有句话想问你，你可不许骗我。如果我们还在中原，没有经历过这些危难，你还会像现在这样对我吗？我也不知道。素素，你我之间始终正邪殊途，你知道吗？也许我师父不会同意我们在一起，也许你爹也不希望我们相好，也许我们……我也这么想。那日在船上，你和谢玄拼掌力，我几乎好几次都想发暗器助你，但我始终都没有出手。为什么？我还以为是你怕误伤我。不是的，如果那天我伤了他，我们就可以逃回中原，你就不会和我在一起了。或许你心中会怪我，其实那日在临安船上一别之后，我心
来照顾你。来。皇天在上，我张翠山今日与殷素素结为夫妇，从今以后福祸与共，生死不离，永不相负。老天保佑，愿我二人生生世世永为夫妇。这首许诺曲终人不散，人世的纠缠难舍难断。日后若能重回中原，我殷素素一定洗心革面，痛改前非，积德行善，绝不敢再杀一人。若为此事，天人共弃。这里有淡水，这溪流一定是从这些雪山上的万载玄冰融化而成的。这座岛上既有万载玄冰，还有长久不灭的火山，我们就叫它冰火岛吧。冰火岛，好，就叫他冰火岛。哎，五哥，你看那里有只兔子。素素，你小心点儿。快点儿。素素，别追了，兔子跑没影了。哎，五哥，你看那里有个山洞，走过去看看去。素素，这里边暖和多了。是啊，你看这儿也有水。我原本还担心入夜之后我们会睡在冰天雪地里，现在好了，什么都不用怕了。是啊，老天保佑。现在我去找一堆柴把火生起来。嗯，老天真的在帮我们，在这岛上我们算是有家了。好，我们有家了。